兄弟党戴着墨镜，在狭窄的车内空间跟着节奏摆动身体，嘴里念的不是写好的歌词，而是他们随性创作的掰歌。坐在副驾驶座的是哥哥，念得好起劲，后头的弟弟掩着嘴 B-box， 就这样一搭一唱好嗨。没想到这时妹妹说话了，妹妹这一喊，哥哥瞬间变脸，拍拍我妈妈来了。这一段兄弟党趁着妈妈下车上厕所自拍的搞笑 rap 影片最近真的是红翻了。原来他们住在高雄，27号哥哥还跟着学校一起到高铁左营站表演，面对自拍影片爆红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其实他们一家人平时就连聊天也常会来上一段即兴 rap， 甚至连妈妈骂人有时候也会搭配 rap。 哟，我们来到这高铁站，我来到这边没有人能说我站，因为我超强，大家爱我爱他们都可以，我上电视我妈妈吓到，因为说我太棒。面对镜头，哥哥似乎有点小害羞，对比自拍影片中的他，夸张动作手舞足蹈还真的联想不在一起。有趣搞笑的极限 rap 让兄弟党一系爆红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有续集推出。记者陈晨怡、张欣怡 SN 小组高雄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